大哥啊，刚刚那里发现有一个女孩子住在那里面，我看一下。嗯，这是一个流浪女孩，现在有好心人是帮助她了，看一下啊。这是个好心人啊，在帮助她，给她钱，看她接不接受。啊，你不是，你问一下她是哪里人？不说话。不说话。这是。你冷吗？你怎么冷？对啊，很电冷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很电冷啊，就是说，对啊，你穿那么湿啊，你还穿那么湿啊，你不是多的衣服给他一件吗？多的衣服。是不是跟家里闹矛盾出来的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地方人是地不熟的。啊。不是你不用理他，我给他不要，那给你。对，有好心人帮助他呀，现在。哎呀，天气冷了，你要吃一点。我们是坏人的，你有地方住吗？没有。那你跟着我一起去我家住吧，好吧？那个奶茶是热的吗？你那个是热的吗？热的。那个给他吗？那你吃一个喝一点吧。我给他钱，他也扔掉。不是我这个女孩子，好像是受了什么打击吧？受什么打击？你碰到了，你碰到了。碰到你吧。你碰到了。下一个放到你就行了。放到你。等会等一下，碰到自己上的时候。刚才说不通。那你去买件衣服吧。先用他安静一下，我们然后下次再来吧，下次再来，先让他安静一下吧，啊。他经常在这一块是吧？我是上班的。那个我他还是说话的，让我走，他说你走。